的景色已经葱郁起来，不似之前那般苍凉。嗯，我们再向前划一段，就可以靠岸了。青衣楼是江湖中最强的刺客组织，青衣是青衣楼最好的剑客，哼，却成为了青衣楼的目标。让我看看青衣的剑有多快。凡剑招必有破绽，看准时机闪避，诱出敌人破绽后发动反攻。对方会格挡我的剑招，需以灵力剑招持续攻击破防。剑意已满，可以发动必杀重创对手。闪避普攻可积攒剑意，招式已被看破，继续强攻亦被反打，不若暂且后退，先闪避敌人的反攻。
敌人攻击前，看准时机，闪避，闪避，诱出敌人破绽后，发动反攻。招式被闪躲时，继续强攻将触发敌方必杀，此时我若暂缓攻，剑恨凌厉，但不再有夺命之风。迟暮关无命已经现身，缺乏战意的青衣，哼，不是他的对手。